哟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我想要来先来分解一下这一台行车记录器。那这一台行车记录器已经好久已经坏掉了，那我最近也有开箱一个新的行车记录器，有兴趣我会把那个影片放在上方或下方连接，有兴趣就去看一下。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分解东西的啦，就如果你有一个东西坏掉，那你不会好奇说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吗？还是只有我自己是这样子？你看内部多么漂亮，超美的。然后你像这样子分解东西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像是代工厂商，他们都乱安装他们的产品，像是这一个东西，他连的胶都还没撕下来，超瞎的。那身为一个摄影人，当然就保留这个摄影模组就好，那其他的部分就把它丢掉，那这一个就会丢到我的展示柜里面。那待会我们要出门做一个健康检查，体检健康检查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还没当兵嘛，那我当兵之前要去做一个健康检查之类的，反正就量个身高体重，看看你人是不是正常的。开心的手环，他刚刚抽血的时候技术不是很好啊，他有点像是在我他插进去啊，因为他要抽三针啊，不是啊，就是抽三根，他要抽三管，所以血很多，所以他持续在里面的时间很久，所以他在换管的时候，他感觉就是针在你的肉里面搅拌。你的手被搅拌，没有，他就进去，他就问说，一定要换裤子吗？然后他就说一定要，然后他说为什么？结果那个护士回答不出什么为什么，他就说啊，就是要换啊。另外一个男的护士就抽号码牌那个，他就很暴气，很怒，他就说啊，什么什么都这么大还这样子跟大人吵架，怎么样？怎么不清楚？怎么跟大人讲话讲那样？我们平常说体重会脱衣服吗？一般不会脱，跟必要脱。但是我不知道嘛，我第一次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吗？我知道了哈，好，你做就好了，不叫号码，你安静。结果他就说啊，我只是问啊，然后他们就吵翻天。好吃汤包。CF 卡比较快，稍微快一点点。所以你作品不要做。